说你们一个一个小屁孩，在我们两个快奔三的姐姐面前说老。嗯，这儿呢啊，我警告你们啊，不许以后再说老。就是你，还有你，你我没说，怎么没说？我告诉你干嘛？不讲了，不讲了，收手，不讲了，收手，收。下面呢，我们切入主题，开一个总结会。过去，会议的内容呢，是讨论一下这段时间我们训练的成败与得失。队长，庆功酒都还没喝呢，总结个头啊！你还真指望雷神请你喝酒啊？以为自己是雷伯？哎呀，好了，明天呢，我们就进入综合训练阶段。在这之前，我们有一天的调整时间。下面有请教导员说几句。好。哎，诸位啊，麻烦叫我云雀，云雀，好不好？那可不行，在我们战俘营里，你比政委还政委，姐妹们都服了，是不是？嗯，那是，叫你教导员，那都亏了。可惜不是基地司令。那谢谢大家的信任啊。既然这样的话呢，我就说两句。好，好，好。我个人体会呢，通过这次训练，咱们队充分体现了敢打必胜的勇气和机智灵活的战术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大家为了共同的目标，团结在了一起，真正的团结起来了。当然了，我也很遗憾，其他的姐妹呢都陆续的离开了。但是我相信，咱们剩下的姐妹们啊，一定能够坚持到最后的时刻，因为我们是。中国女兵，永不言败。姐妹们，这果子身上一股硫化氢的味儿啊！少跟我转，哎，化学博士，你就是想说我臭是吧？哎，你们几个哪个比我好啊？还不都是臭脚、臭汗、臭鸡蛋、臭豆腐？你的语言啊！你臭！姐妹们，我们先道歉。气死我了！我保密，故弄玄虚吧你。喂，哪位啊？国良啊，我是小林妈妈。哎呀，阿姨啊，你好，我是国良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国良啊，见到小林没有啊？阿姨，我见着小林了，我见着了。啊，那他现在怎么样啊？都好吧？阿姨，我跟你说呀，小林的现在状态特别的不好，他在那个野兽营里面受虐呢，他。而且他还以为是什么辉煌的事业，哎呦，我告诉你啊，他就像得了那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样，乐此不疲。什么？小林病了？他得的什么症？不是阿姨，小林不是病了，他刚才啊受了刑，身体特别虚弱。啊？受刑？啊？他不是在参加训练的吗？哎呦，我告诉你啊，他被抓进战俘营了。什么？小林成了俘虏了？谁把他给抓起来的？是暴徒还是恐怖分子啊？啊！不是阿姨，那个小林是，他是在那个特种部队训练，只是，哎呀，阿姨，我跟你解释不清楚。我跟你这么说吧，他那个队长，简直就是个魔怔。他跟魔怔在一起啊，那不也成了魔怔了吗？对对对，是这个意思，阿姨。阿姨，我跟你说，你赶紧让首长打电话把小林调回去，这个地方简直就是人间地狱。再这么待下去，小林就废了。哦，我知道了。这个小林呐，怎么就这么不让人省心？阿姨啊，你先别激动啊，你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我肯定想办法照顾好小林。国良啊，哎，我跟你谈叔叔啊。
是从小看着你长大的，我们都觉得你是个好孩子。小林的脾气急，性格也倔，你就多担待着点吧。行行行，阿姨，您放心，阿姨您放心，我肯定多担待。阿姨这样好不好？这边有什么情况，我随时给你打电话，好不好？哎，那就谢谢你了。那你忙吧，我就不打扰你了啊。好好行，那阿姨再见啊。你没听见我跟我丈母娘打电话吗？看什么看？看看看看看看什么看？哇，太帅了！哎，你会看吗？我当然会了，这个小 case。那你给我开一个看看呗。我没有钥匙。我们一会儿是要学骑这个吗？太嗨了！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从小到大第一次见这么给力的车，可是我也只敢坐坐。你说，还真挺新鲜的，真不错。我觉得有点暴力，我怕我学不会。哎，你说这些小怪兽放在那儿那么长时间，今天我们终于要学了耶！哎，看看这车轮，多带劲，是不是？太棒了！来了来了来了！这样啊，今天由我和小蜜蜂陪你们，啊，不是陪的了，就教你们特技驾驶，啊。我先来。哎，我陪你。你可能不行吧？为什么？技术问题。就你那两下子，我一天就能学会。哎，队长，真让我开这车啊？还说没说？我不敢开。哎，你之前不是还恐高，现在不是好了吗？那楼是死了，这车是活的，不行，真不行，真不行。迟早这一关都得过，不然就得走人，是不啦？那楼，哎，其实没那么难的了。小蜜蜂啊，啊，我们俩先示范一下吧。哎呀，吵死你！Yeah!
怎么样，哥几个，要不要保护啊？大家要不要保护？不要。大家要不要保护？不要。哦，可以呀，啊，那行吧，试试看。准备！中国人民，永不言败！走！牛牛，可以呀！啊，出师了！100分，通通100分。雪山，他们呀，成功了。其实是咱们成功了才对。出现，我看到了，抓住他。处长，您不打算放长线钓大鱼了吗？你们不了解他，他可不是那种能养的鱼，一旦上劫，我们肯定会丢了他。他有这么厉害啊？我可不想冒这个风险。很多国家的警方早都尝试过费了这么大的劲把我请到这儿来，不就是想跟我好好聊聊吗？吴不舍，我相信你是个聪明人，你了解我们，就像我们了解你一样。你今天进了这个大门，就别再想出来。国际刑警红色通缉令上的要犯，你的江湖生涯结束了。你们想怎么样？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指控你，你将受到法律的制裁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就没必要谈了。赵成处长。知道我的名字？我不仅知道你的名字，我还知道他的名字。你们反恐处所有警员的名字，全在我的脑子里。你看，果然是个聪明人。咱们就开诚布公的谈谈吧。好啊，好吧，说说吧。你来这儿的目的？想让你们警局来保护我，
保护谁？保护我？保护你？你以为我是那么容易被你们抓到的吗？从一开始我就在等你们，我从下飞机一开始就等你们，我还在摄像头下故意的露面，可是你们一直都没出现。回到酒店，我以为你们会到房间里等我，可是也没有。最后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我自己打辆车，想到警局去投案自首。你们终于出现了，不过幸好我还活着。憋得真好，你以为我会信你吗？信不信是你的事儿，我只在乎的是我还活着，这是个最好的结果了。告诉我，你最怕什么？你应该知道的，按照你的罪行，你完全可能在中国被法院判处死刑。你们不会判处我死刑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你们想要知道的东西。怎么？你想跟我谈交易？好啊，那我现在就告诉你，白日做梦。心理战对我一点都不奏效。好，我跟你没什么谈的。老实交代，是你唯一的一个出路。把他关起来，丹东。喂，赵成处长，我有的可是时间，但你不一定有时间了。说的是实话吗？不知道。他希望我们保护他。也许是他的托词，他知道自首可以宽大处理。那也许是真的呢？可能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自首的，所以他才想办法让我们去抓他。也许是真的，我现在也正在想这个问题。可是他有什么是我们想要知道的呢？他是军火走私犯，可能他是知道一些关于国际武器黑市的内幕吧。这并不是我们急需的情报。可他知道我们的名字，我们又不是什么出名的人，显然他是做了准备的。处长，您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最近咱们有什么公开的重大行动吗？行动？没有吧，咱反恐处一直都很低调的。哎，没准儿他在骗我们，先把他关起来，以后再说吧。明白。水龙头吗？你干嘛非得骑那么远？可以
是大风景啊！小桥流水人家，木道一匹瘦马，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我家。哇，念得真不错，谁教你的？文香啊，您是高徒吗？我不是他，不是我的高徒。师傅，你不要谦虚。床前明月光，李白睡得香，三个臭名将，臭味都一样。哎，我会的还多着呢，师傅要不要再听啊？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哎，我说我这文化就够低了，你还不如我呢。啊！你们没点幽默细胞，搞笑一下，可乐一下嘛。干什么呢？啊！既然精力这么充沛，那就消耗消耗体能。加油了，看我原木跑3000米，仰卧起坐1000次啊！抓紧时间，快！这叫什么综合训练啊？就是第二地宇宙。你们呀，会上天堂。你好，请问您找谁？我是来找我男朋友的，他叫元宝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请稍等。云云，元宝，班长。哎呀，怎么不认识我了吗？不是，哎呀。你来的也太迅猛了，你告诉我一声，我去接你好了。就是想给你一个惊喜。惊到了。哦，对了，票都留了吧？留了，当然留了。好的。看，让我看看。哎，这是什么？都是真的吗？你真的是特种兵啊？哎呀，我真的是特种兵的啦。那你可不知道了，现在社会上有很多的骗子，专骗我们这种爱军女孩。什么说自己是特种兵、野战军，其实连个当兵的都不是。我身边有好几个女朋友。都是受骗上当，骗钱骗色。哼，不过你还好，你是真的。哎呀，我当然是真的了。哎，你不信，你看，班长都知道我在这里很长时间了。哎呦，想死我了！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啊，看看，来，看一看。真帅，想死我了！让我抱一下吧。哦，抱抱抱抱。哦，不能抱，不能抱。这里有监控。监控啊？看看看，再让你看。雷震，我真搞不明白啊！你把元宝的女朋友找过来，是想照顾他们见见面吗？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，另外一个原因是要让他给我们这些大小姐们好好上课。上课？上什么课？教他们如何成为一个仪态万方的女人。啊？你看我干什么？他们不是女人吗？但他们现在是女兵啊，他们是女特种兵，光会钻山沟，那只能是一条腿走路。他们还要学会如何在城市当中混迹在人群里，去执行各种特殊的任务，那才是他们的另外一条腿。而空姐这个服务行业，也是他们在未来战争当中最有可能装扮的。明白了，走吧，咱们去迎接元宝的对象。是。今天我给你们请来了一个新的教员，
新教员要教你们学习一个新的科目，当然，新的科目就是新的挑战。这个科目过不了，一样会被淘汰。我好紧张。放松一点啊，我相信你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早点结束，晚上我等你啊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请新教员。各位美女，你们好，我叫李小云，是航空公司的乘务员，很高兴能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进行礼仪方面的学习。有没有搞错？李胜军让我学这个。你有什么问题吗？报告。没有，没有。那好，我的任务呢，就是教你们成为一个优雅的女人。在上课之前，请大家先换衣服。老狐狸，到。这是你们的高跟鞋，这是你们的便装。这些便装都是按照你们的尺寸量身定做的，现在立刻去给我换好的，三分钟以后在这儿集合，开始。我们下面开始上课。美貌是天生的，但是优雅的气质是可以后天培养出来的。俗话说，站有站相，坐有坐相。那我们今天就从站姿开始，请大家站好。这雷神一说，大家什么想法就不好说了啊。我先说吧，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，反正我是没有想到他们能够顶到现在。到现在目前为止，主动退出的没有几个啊。当然了，这也是因为我们这次要求的太高。如果按照以往骨干培训的标准，淘汰率不会这么高，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人留下来。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，雷神。他们纳了闷儿了啊！这既然他们的军事素质不可能超越男性作战队员，那你说我们训练这只火凤凰有什么意义呢？难道仅仅是为了向外界证明中国军队是男女平等吗？大家说的非常好，下面请雷神发言。你怎么说？说句心里话，我也没想好这个问题。那你怎么知道我就想好？因为你是队长嘛，队长总是有想法的。
要不咱们在座的各位都变成队长了，是吧？啊？你个小狐狸！行了，其实不瞒各位说，从一开始，我跟大家的想法一样，对组建这支火凤凰女子特战队，我存在着抵触心理，因为在世界各国的特种部队当中，女子特战队员基本上是没有的，这也是因为我们作战任务所决定的。因为我们永远处于高强度、高危险的冲突最前沿，而且经常是在没有后援的情况下作战，而女性的先天性的缺陷，致使她们根本无法完成这些作战任务。但正是因为这样，我们要组建一支女子特战队作为一支骑兵。俗话说，兵者诡道也，虚虚实实，真真假假，这才是出奇制胜的前提。敌人也没想到，我们想想，如果我们要是去围剿一支特种部队，我们最关注的是什么人？